我记得哈，上一次考试的时候 ，API 至少考了八题，有够多，然后大家有点崩溃。可是后来我看新版的，好像调整这样四题而已，四五题而已，所以应该就比较好了哈。来，我一个广告客户呢，替一家大型企业管理广告业务，他想要利用套标准频繁的调整十多万个关键字的出价，使用下列哪一个工具是最有效率的？因为十万多个已经不是 editor 可以做的。已经不是 editor 可以做的，你想你就算有 editor 帮你，你用十万关键字，我相信你也是会管到崩溃哈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使用 API 哈，只用 API 才有办法帮你用效率的做管理。再来我们看下一题，在 Hours 的应用程式界面上面就是 API 哈，开发人员可使用的应用程式具有下列何者的特性？我刚刚说过 ，API 就像是一个翻译官。你想要让它跟让你写的东西跟 Hours 之间可以互通有无，那当然很重要，就是要靠用 API 这个机制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的使用应用程式它的特性就是，你使用了之后，你可以跟 Hours 直接互动，好，直接互动就像是反正就是像翻译官的角色，你跟外国人做生意，你一定需要，如果你不会那一国语言，你一定需要一个翻译官帮你们传达彼此的讯息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哈。好 ，API 还会问你说呢，如果你想要让系统自动执行 Hours 报表，并且管理广告活动，广告客户可以采用下列哪一个方法？这一题超妙，它在上前一个版本的时候没有出现，在前一个版本的时候有出现，然后现在在这个版本又死灰复燃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哈，但这是之前的题目，他就是说呢，如果你重点是在哪里，自动执行。MCC 或 Editor 都没有讲到自动这件事情，唯有 API 可以自动了哈，所以这一题我觉得也算是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教到 SQL 或 DMS。那你用 D 用多部电脑执行多项报表工作，好像不是2016年该做的事情，好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就是 E 哈，使用 API 网络服务。因为我觉得 API 真的不是大家的强项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在这边会花时间稍微久，因为我不希望大家在这里卡住。好，你可以使用呢 API 去执行下列哪一项作业？我还蛮喜欢这个，可是我刚刚其实有讲到这个，就是说啊，我说很多电商都有在用，对不对？你的这个产品库存的系统跟你的这个 Hours 可以做整合，当你的这个库存有的时候，广告就会出现；当你的库存没有的时候，广告就会自动关闭。国内有好几个电商都在用这样子的一个功能，这是可以确定的哈。所以这个本身在台湾的使用度也是还蛮高的。所以如果以后你做到的是电商的账户，有可能说不定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用 API。